括着随身的心脏超音波的仪器，会当方便到各地进行着心脏病检查、疾病医学中心，就是透过着画面上这相关设备到偏远学校进行着心脏病体检，佮真正找出着部分心脏有问题的学生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在他在小时候，那么就能够接受这个心脏的一个检查筛检，那么把一些先天性心脏病，那么能够提前的提早的发现，那么来做一些改善。吉比亚中心医科部的这医生陈俊武表示说，心脏病的体检在儿童健检项目算是无啥普及，这回到偏乡来这体检出现了3.6%的这无正常的比率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儿童心脏病体检。那有一些心脏病是比较严重的，譬如说心室缺损，就是破一个洞，或者是心房缺损，也是破一个洞，或者是有多一条血管，像是这个开放性动脉导管，那这种比较严重的话，有的时候就会发现。那我们这次筛检虽然是没有发现到这些严重的心脏问题，在这些小朋友呢，他们的问卷调查都发现他们有一些异常，比如说他会胸痛，或者是他有心杂音，或者是家人有一些猝死，或者是一些心脏病的病史，那这个也可以证明了，这些有症状的小朋友其实心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种问题，所以是非常值得来做这个心脏筛检。他医师表示说，儿童心脏病初期的症状不说改变，如果是说体型有比较大颗，走没几步就会喘，就应该有所警觉。他目前心脏的这个检查设备相当的先进，也很轻巧，透过就会当录到心跳声音的电子的这个听诊器，还有手机的超音波以及无线在桌顶的超音波，会当马上检查资料，马上上传做着分析，找出着有心脏潜在问题的学生。南天新闻台影像空采访报道。